中国女星吴谨言9月13号宣布跟小2岁的男星洪尧结婚，让粉丝又惊又喜，同时也不少人怀疑她有身孕。吴谨言17号出席新戏《春花宴》发布会，孕肚似乎越来越明显。吴谨言穿着黑色连身短洋装，脚踩高跟鞋，露出一双纤细长腿，但腰间明显宽松。走入进场的侧面看起来肚子微微隆起，似乎验证怀孕传闻。不过吴谨言并未受到身材变化的影响，在发布会上大方展现粉丝福利，手握鞭子奋力狂甩，最后还摆出骑马姿势，相当逗趣。但这也让大批粉丝非常担心，认为他现在孕肚越来越明显，还踩着高跟鞋，纷纷狂喊好危险，我都替他紧张。不过也有人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和自由，谁都不是孕妇本人，不要替孕妇本人紧张，他不舒服会自动中断行程的。